天呢，我们要来玩的游戏是什么？小实验是什么？工会不会转弯。好，那你先靠在这个玻璃瓶上。哎，你的脸变得好好笑，我靠这个。风会不会转弯？你变得好好笑。好，那你觉得风会转弯吗？不会。不会，就是风不会转弯。对。就会，到底会不会？不会。好像会又不会，但不知道怎么知道呢？比如就是好小心。推不出来，那我们一起算，那我们一起来算，从这里，一二三，好像会动哎，那我换个瓶子，哇，虽然推不起，就是推不起蜡烛吧，推不起蜡烛，哇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我们换个瓶子试试看，觉得呢？一、二、三，妈妈有隔山吐气，要再来一次吗？我们一起再来一次。所以妈妈会隔山吐气的功夫吗？不然怎么隔着玻璃瓶，我被妈妈吐袭了？哦呦，差一点！哦，你也会隔山吐气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谁呀？又没蛋糕。那下次生日就这样子哈，会拿一个瓶在前面。好，今天的实验结束。要再来说一次吗？你再去拿别的东西。接下来要实验，出个瓶子，一个就好了，一个就好了。出个瓶子，他想，然后实验，大萝卜，嘿嘿，隔着大萝卜可不可以？好小，哎，再大一点，不要，我没有录啊，你要下来一点，下来一点，在这里，大一点。哇、哦！大萝卜也可以，大萝卜好。好，唐三猪，可以了吗？那今天实验就这样了，结束。